OK， 一首西班牙民谣改编的《爱的罗曼史》的简化版本。如果你认真看过前面的视频呢，那么你已经很好的掌握了吉他的第一把位的音阶。还有包括各种节奏型，那对于单音旋律的曲子的弹奏呢，就基本没有问题了。我们可以随意找任意一些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，把它的主旋律给弹奏下来。那不知不觉中呢，我们对于手指的灵活度，左右手也有相应的提高，这是很不错的。那再说一下，吉他呢，不像二胡或者是笛子，只能演奏单声部的旋律，是吗？吉他是一件和声性的乐器，它可以同时演奏好几个声部，比如说是那个两只老虎。如果我们单弹单音呢，我们可以加上一些伴奏型的音。那最重要的呢，也是我们所最喜欢的一点，就是可以配合上自己的歌唱，像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，是吧？那像弹唱类的乐器呢，还有钢琴、手风琴等一些。那假设我们去草地上或者是旅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拿着一架钢琴是吧，手风琴也是太沉了，那吉他就成了最普及和方便的一个乐器。那好了，再说回来，吉他可以同时演奏好几个声部，那这样使演奏的音乐呢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特性，那这样的演奏才能体现出吉他的魅力所在。 OK， 我们再回到曲子中来。从这节课开始呢，你可以摆脱单音的枯燥了。这节课是爱的罗曼史，我们所熟悉的一首独奏曲目，是耶菲斯为了表达爱情的浪漫而改编的一首西班牙民谣，所以名字叫 Romance。 那也是我们吉他学习中经常接触到的曲子，它的原版呢是比较复杂的。那在我们没有能力弹奏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弹一下这个改编的简化版片段，那首可以自我小小满足一下。首先看前四小节，是这是每一小节的开始加了一个低音伴奏，那如果没有这低音呢，我们会感觉比较单调的，可以听一下。加上低音呢，这很明显的对比是吧？开始呢是一弦的空弦和五弦的空弦，第一小节开一起弹奏，就是右手的拇指和无名指。然后是咪瑞哆，然后是二弦的三品和一品，然后是二弦的一品和五弦的空弦一起，然后再往后看，是一弦的第五小节是一弦的五品，这里有一个五品。那我们以前所练习的曲子呢，都是第一把位的，最多到了四品，那五品呢没有设计。那到五品呢，因为我们够不到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没有第五个手指是吧，我们虽然是有第五个手指大拇指在这儿，但是不能这样或者这样去按弦啊。于是我们可以把手的把位向下滑动一下，你可以用你的小指来弹五品，或者是用你的无名指来弹五品，或者是用食指也可以，这样可能速度上提不上去。第六小节的这样弹位，
即使你用食指啊，但也不能弹奏出这样的效果，滑音的效果，这样效果是不好的。我们可以用小指，小指一弦五品，然后中指一弦三品，然后食指往上滑一下，一弦一品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用无名指来按一弦五品，然后食指一弦三品的一品。刚才是食指滑动，同样我们可以用无名指滑动前面两个音。OK， 再看后面，换低音了，低音变成了 Re。七八小节，拇指是弹低音弦的，再往后看第九小节，往后，那第九小节呢是又换了低音了，换成了咪。是一个小调的145进行，现在到了第五级咪，六弦和一弦一起弹响，空弦，然后一弦的一拼，然后到了第十小节呢，这里有一个四拼，我们可以直接用小指按的去一弦，当然有同学觉得可能手指女生的手有点小啊，感觉手指没有分开的话，你可以用无名指来按，当然你可能需要往下滑一些了，或者你用小指按了，如果觉得自己手指不够再滑上去用食指按，这样滑动的幅度小一些，但是我们还是推荐直接用小指按的。十三小节到最后十六小节，大大大大大大大。最后一个是三拍子，延音一定要给它足够长，你不能停了，我们要给它延够足够的时值，一二三。那这首曲子呢，是我们第一首多指练习而且加低音伴奏的独奏曲。随着我们以后的弹奏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曲子可供练习和选择。这首曲子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练一下。这节课先到这里，那下节课呢，讲一下如何用软件给吉他调音。I see you slowly swim away.